这法门不分老少啊，只要缘具足了，啊，他见到极乐世界，喜欢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，啊，喜欢阿弥陀佛。正确了，这一些念佛因果不二，无比殊胜的成就，我们千万不能疏忽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要勇猛精进之追也，啊，世间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佛事也不是真，何况是法。我们再看底下念了写的，可见极乐世界菩萨声闻天人具皆无量者，正表弥陀因地与无量劫与生死海中教化摄受六道众生摄无量也。且我今日于此妙法能闻能信，是彼弥陀于往劫中追逐我于泥泞之中，这个泥泞是地狱，教诲我于火车之内，这就在卧道啊，摄受不摄，劝导不休啊，不惜共轮转于六道。这个共就是佛跟我，我轮转于六道是业，业力，佛也轮转在六道，他是愿力，他是聚而不迷。我们在六道是迷而不觉，在这里显示出佛的慈悲。啊，摄受不摄，劝导不休，共同在六道里头，他只有一个愿望，但与我回心于一念。就这一句话，恩德无极，威德无穷啊！为我培植善根，精进生育增长，注视于此，不禁泪涟。这黄念祖老居士写这个注解，写的这个地方流泪呀。为什么流泪？感恩呢？阿弥陀佛，生生世世陪着我们，他有神通。他有智慧，他有大福报，在六道里头，无量界中照顾我们，
从来没有舍弃过。一直到现在，希望在这一生当中，我们把事实真相真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希望在这一生中，是我们在娑婆世界最后的一生，这才叫真报方恩呢、啊。万缘放下，一心向往极乐世界，听了这部经之后，等于是我们到极乐世界去过一次。释迦牟尼佛做导游，我们看到，我们听到极乐世界的美好，极乐世界的殊胜，极乐世界的人们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，得到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，样样如法了。比我们这边太殊胜了，我们这边一面学教一面生烦恼妄想分别，起心动念它不停止，它在干扰我们，我们不能得一心，我们不能得禅定，所以我们见不到真心。二六十中所用的全是妄心，八十五十一心所，这叫造孽。业虽然有善恶，都不是好事。恶业感三恶道，善业感三善道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念佛往生，永远跟轮回离开了，再到六道轮回，像阿弥陀佛一样，那是来度人的，那是大慈大悲。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念老幕后这两句，有没有同感？不禁泪涟。阿弥陀佛的恩德超过父母，你在这个轮回里面无量劫，谁最爱你？谁最关怀你、照顾你？诸佛菩萨，特别是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，我们不知道啊，知道你也会有泪涟啊。
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